什么样的时代改朝换代犹如走马灯。新竹出生的谢介石，十七岁从大清子民变成日本国民，三十七岁又入籍中华民国，五十四岁成了满洲国民。当他辞世的时候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。谢介石七十六岁的一生，流转五个国籍的认同之旅。二月二十六号到三月二号晚上八点，台湾人在满洲国，请锁定中天新闻。